冰岛拒绝中国买地。冰岛银行业在2008年崩溃，导致整个国家陷入财经危机。缺钱的冰岛农夫想卖地给中国生意人黄怒坡，他想买一大块地盖休闲旅馆，但是冰岛官员阻挡交易进行，还有人怀疑中国政府才是藏镜人。黄怒坡驳斥这些传言，说冰岛阻扰他买地是因为西方国家不乐见中国的和平崛起。对中国买家来说，经济不景气代表有便宜可捡，像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一样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